林佳龙教授哈，伊啊来到现场，感谢伊过最这个民进党最过去这几天哈，对咱的协助啦哈。至少虽然人无偌济，但是咱台湾人民无让民进党闹亏，对不对？啊，希望民进党会当搁再较严格，会当予咱台湾走出一条活路，安尼好无？咱台湾人的英雄，为咱台湾人受到这个会使讲压迫的，咱上敬爱的蔡丁贵教授，搁有在座咱做的多吼勇敢的台湾人，咱国家的主人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其实二十年前，我甲蔡教授伫咧街头。迄阵啊，成立教授学生协会啊。其实迄阵啊，搁咧戒严维权的时代，咱一路行来，我想真侪人的付出，才有法度行到遮。但是咱嘛足悲哀、足压哀，就是讲，二十年后，台湾人还搁需要来行过头。这就是因为国民党执政了后，甲共产党徛做伙来压迫咱台湾人民，所以呢，咱人民爱自救，家己徛出来，保护着咱的国家、咱的土地、甲咱的人民。即届的江城会，会使讲啊，见不得人。一开始为陈云林落机场，就是行小门的啦，唔惊行大门。大家记得未？去年。伊来到台湾的时阵，咧金华酒店，伊讲伊要开大门走大路，所以迄届造成警方甲人民足大的冲突。即届咱的新沙港的机场门口咧等伊，结果伊不只是行侧门，伊行上细条的门，所以这代表讲啊，他是见不得人，有心虚就对啊。结果。大家嘛看到，咱的人民站出来，昨伊本来安排足多行程，但是呢，结果干那去参观七期的豪宅，啊，迄、那个豪宅就是联聚集团，吴志强就是住咧迄个豪宅内底。我讲哦，这种的政商关系，敢是我都代表咱台湾人民，结果甲遮个媒体朋友会使讲啊。蒙着眼睛，唔知要再去倒位，再到遐呢，予你翕三个镜头就爱离开。伊也敢面对台湾的，就爱来咱的这个现场，来了解台湾人到底是咧想啥物货，无需要变来底。哦，即马当咧啊，国共两会伫遐呢，会使讲啊，吃大餐，啊，咱就来遮受这个吼、哦、风寒。我要大家讲，这届签的三项协议，关键不在这个内容。来注意哦，伊即马要偷渡未来的 ECFA 甲统一的协议。安怎讲？咱知影江城会前三届通过九项协议，对无？对。迄九项协议拢是签了送去立法院，完全无经过审查，一个月时间到就自动生效。现在这三项又签了了赶快上架的换衣也自动生效，所以我们要注意，他们现在江城会有说到过来就是要签 ECFA， 我们可以说他们的比照办理绝对会把 ECFA 签了也赶快上架的换衣没心渣就自动生效，所以我们来看可以说这一年半有一个模式在形成，这个模式就是说行政独裁，国会怠惰，公投无路。所以真多人说为什么人民要站出来，因为我们没路还没走嘛。马英九政府颠覆台湾的民主，破坏我们的法治，会使民主法治要走的路他都不爱走，所以这点我们特别警告，关键还不在任何一项单项的协议内容。真侪评论家咧讲这安怎，对渔民安怎，对劳工安怎，吼、哦，咱拢爱真注意。
但是各位要注意是这个模式会套用咧未来的 ECFA 法跟政治协议，就是讲这个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要偷渡未来啊，统一的协议就对啊啦。但是我嘛要甲伟大台湾人民报告，因为恁的努力，因为大家的坚持，所以呢，伊嘛不得不修改行程，因为见不得人就对，见光死就对啊啦。所以咱只要继续坚持，咱要用和平的方式，用人民的力量，我相信啊，伊呢行袂出迄个大门，啊，咱继续来守护咱台湾。大家报告，大家唔通小看自己。拄啊蔡教授咧讲，我嘛了解伊这条命是捡回来，所以因为安尼，伊搁较坚定咧带领咱这个运动。那么大家呢，有这个持续抗争的决心。我相信，这届陈明林已经足清楚，伊知影什么是台湾的民意。其实伊嘛唔敢跟马英九，啊，伊嘛无相信马英九，我都代表人民。台湾的事情啊，不是马英九说的算，也不是国共密约可以决定的，也不是两会啊在那边啊密室协商可以决定。所以，咱大家未来这几天，赶快要密切注意。你随时拢有表现你爱台湾的机会，你一定要准备好，看一个什么物件，啊，叫你登着啊，你会使甲拍开，会使甲画出来，敢那迄间咧七期豪宅同款，有一个少年家，敢那迄个 T 恤吼，摕咧遐，我相信啊，伊都吼，有法度发出咱台湾的心声，所以甲大家报告，咱呢这几天的努力，确实呢有向世界来发出声音，啊，咱嘛知影讲。规个抗争是一个持续的过程，那么爱持续保持这个热情，共同呢来守护咱台湾的民主，守护咱国家，做咱家己的主人，大家好唔好？好，安尼就我先讲到这，哦，啊，甲大家共同拍拼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多谢哦，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，感谢林佳龙教授，好不好？咱这边陈文林来台湾，国共密商，咱的行动有几个原则。第一个就是恢复咧抗争，对不对？对。第二个，咱爱让国际媒体了解，咱不爱惹流氓政府的车轮机，对不对？对。咱要惹台湾的国旗，对吧？咱做有够无？咱第三个期待还未完成，看起来机会愈来愈小，因为咱的人实在真少。一间小小的饭店，咱那五个出口，咱台湾人民支持独立建国，竟然无法度甲包伫饭店内底。哦，伊四界乱乱说，不管伊是走一对走一胡志强的豪宅，嘛是无完成咱的目标，对不对？要过两天，要过两天，我是要谈对包，我只一个小小的期待，我希望民进党家己来包，替咱台湾人民出一口气，好不好？啊！